音室录完，对，所以今天就忘了。所以待会如果有一些可能表现不佳的地方，希望大家不要取消你们对我们的按赞。我希望啊，等一下如果我们有失误，啊是失误，失误是什么？是不赖了啦。如果我们有失误啊，你们就用尖叫声或掌声盖过就 好，可以吗？可以，这个可以帮我们，这个不可以，可以。但是我们一定会拿出最好的表现给你们。对，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大家，叫做《我来念歌了》，掌声鼓励一下。你们觉得这首新歌的感受如何？喜欢吗？喜不喜欢？刚有教伊这种音乐，哦，安尼九一也卖听好不好？好，听咱的较好啦，咱的较无同，为啥？